第29届国家磐石奖。耀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，耀影光电成立于2003年，因郑启耀董事长有感于台湾在光学产业界缺少元件制作的关键能力，故在新竹新丰筹组公司，创立镀膜玻璃加工生产线。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，由郑伟国总经理主导公司转型，从单纯的光学元件制造厂转为光学与半导体制程整合厂，跨入台湾企业主导的专业半导体制程代工的领域，并与客户共同合作开发应用于半导体曝光机所需之元件，帮助客户降低成本，透过纵向与横向的技术应用，与日本技术合作开发特殊染料材料，结合原有半导体与镀膜技术，开发出划时代的新产品。